常常礼拜的聚会。各位弟兄姐妹晚安。今天晚上晚上礼拜，我们先一起来读一段神的话语。罗马书一章二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反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是的，我们的神他虽然他会隐藏他自己，他看似不在我们身边，但是他的存在就是我们深信的。我们可以透过他所造之物寻找到他。很特别的是，当我们打开我们的心，当我们全心全意敬拜他的时候，你就能感受到他与你同在。今天晚上我们一起，让我们全心全意的来敬拜我们的神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请起立。Thank you.
要全心全意的来敬拜我们的主。我们再来读一次马可的经文：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是的，神那永能的神性，照着他所造之物，我们就能看得见。我们在哪里可以看见神的爱？我们在哪里可以看见神的永能神性呢？我想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来，现在请看一下你左边、右边的弟兄姐妹。你觉得你在你旁边的人身上看到神的爱吗？你觉得你旁边的人在你眼上看到神的爱吗？我们希望从别人的脸上看到神的爱，别人也希望从我们的脸上看到神的爱。神所造的一切是在诉说他的荣耀，神所造的一切就是神自己。神的爱在哪里呢？
看见神的爱，好在。
接下来是我们报告的时间，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这个爱的大家。